开始了，赶快换一下。Inkling 打 Samus， 我觉得 Samus 在这个 matchup 没有输太多。Inkling 赢，但是没有，我觉得 Samus 不会不好打 Inkling。是为什么？比较能打。我也不知道，明明 Inkling 就很快，但是 Inkling 都会掉到 Samus 直接招式里面，就不会没事掉出来。OK。漂亮的两颗大便，两颗大便，那个抵消掉了，为什么？哦，我觉得我好常在 SGDS 看到一些没有看过的东西。现在，套打出一个很漂亮的、很稳的优势，很有差距的优势。哦，射进去火焰里面，那后面你从那个失火的房子里面逃出来，然后就把你推回去。哦，又被推那个，没有机会存，怎么收掉这命呢？哦，好吧，直接用肩膀。高中可是美式足球队的，这是有分配钱给去肩膀。对啊。你有高中是什么校队的？校队呢？我还参加消防员训练。哇！一面倒的攻势。阿梦要怎么对抗套了这个 YB style 的 Samus 呢？小 YB。YB Samus。哇靠！套完全打开了。好恐怖。动作都非常非常的那个。顺着在放，哇、哦，连这个都射中。他今天跟我完全不都中了，他打宽也是，哇塞，因为宽的体验是看了好恐怖哦。他可能知道自己现在是唯一能阻止 Logos 的希望，然后成为这个世界的希望，成为这世界的白银之神，救世主，救世主，阿萨，想想办法、啊，白银之神，阿森，救世主山姆，对。希望阿梦也能拿掉多少一命。哦，他那个下 B 都放的，一直直接 three star。对，你们是 BO 五哦。对。整个很顺哎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们会干扰你们，你们可以戴耳机。那我应该是比较喜欢有平台的玩家。套从第一次来这边到现在，已经彻底的成为 Samus 代表了。我已经不是 Samus 代表了。那 Samus 打得比我漂亮超多了。有运用到这代左右，还有把我发挥到 Samus 该发挥的那个该。该泛用的招式都有泛用，就很强，而且可是就真的很少看到他有 Zer 的感觉。42% 连击，哇，还没有结束，47%，还有62%，完全，好，哇，没有那个回应啊，没有回应的方式，哦，基本上是目前是一面倒，真的。哦，那个怎么闪掉了？太神奇了！哎呦，吓到了，跑往回走了。Zero to dash attack。哦，有 punish 到了。直接抓到他落地的地方，看我这样子，今天已经收掉好多了。啊，这还有跳吗？还是有跳了，可是还是回来了。现在变成了暗黑的白银之息。啊，现在干净，突然清洁干净，又发亮了他的白色装甲。自带洗衣。哇，那个阿梦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对抗那个套的 Samus。对啊。
放什么什么都会中，他不知道这些招式该怎么去应对，怎么去闪，对，然后没办法抓到这些招式放出来后中间露出来的空战，对啊，做之前就又被就吃一颗东西，对，哇，真的没有解答，哦，完全被那个鸭子打，真的，哦，收掉一命，好，收掉。哎呀，怎么？哎，好，也不错，会按着不放，会，很聪明，直接把他那个装甲涂成不同颜色。粉红之星，哇，这马上追回，已经完全追回来了。对啊，阿蒙的这一波攻势打得超好的。对啊，他在场外直接打了，就93%，你现在 berry 到就很有机会。不过现在他已经取回 neutral 的那个对立的那个，哇，不够。增加了重量了，花钱在重量上。对啊，全世界最重的装甲。难怪 CEO 是那个这么难打追到他，脱掉装甲后像羽毛一样，觉得自己哇，前臂被阻止。我跳起来了。你再中一次，真命把那个 Sam 打到了182%，却收不掉。哎呀，这应该狙击，这应该是花枝最多后悔了。回场是无敌的，会收掉这一命吗？197%，我们会看到什么数字呢？死了，好了，没了。哇，无解。我们看阿姆能不能用这个两场中间的休息时间思考一下对策。对啊，可是至少有比上一场，对，有比第一场好了，有越打越好的趋向。对啊，没有完全找不到自己，但是还是比较是那个一旦被压就是一连串被中招这样子。还有 S 开门没有啊？吓到了。目前离套在 Winner Final 对抗 Logos 只差这一战，阿梦有没有机会说不行，打 Logos 是我，不是你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对，这好像是阿梦选的。我是不知道是什么，是有什么优势啦，但是也许只是你不喜欢。就是因为不喜欢我。你不喜欢谁？我选。我没差。全跳没有起来，不过我刚刚觉得不会中，所以全跳上去反而是容易被反击。哇用一个丧尸妹换来一个十八吧。哎呀，全跳按成短跳，是 buffer 吗？是非常有机会是 buffer。应该是 buffer。对。那个很难耶。对啊，我有时候逆也不是内人逆也是 buffer 到小跳。那很蠢，我很讨厌那个小跳强制攻击。对啊，那好烦。为了教一堆人小跳，因为你不想小跳的时候也必须要被害到。知道那个能不能关掉？真的好。对啊，5.0，5.0的愿望清单。哇，好，回到比赛。看来这个场地好像没有恶心到人的样子。那个趴套还是照前面两场的那个顺势在。打哦哦，脸上被丢了个乒乓球，小指头就爆掉了。哦，继续的累积伤害，不断的把差距拉开。真的，哎呦，刚刚那个。他不知道，阿梦不知道打 Sam 的时候该站在哪里，他哪里是危险的。他一直他一直在错误的距离试着攻击或是不按防御。OK， 收掉这一命，很漂亮。因为 Sam 本身就是一个距离很妖怪的一个角色，你真的就是不知道，我在这边，我不知道我是危险的，我在这边我不知道我该按防御，就一直被揍。
竟然被直接收掉了。那个是 DI 问题，直接就拉回来一命的领先。对，有吗？欸、空上 A 竟然没有中。Reverse 的 charge up 拉近一点跟敌人距离，中了以后看能接什么。哦，空上有中一下，感觉上 C stick 推太慢，大部分空上来。哦，差点就追回来这一名。对，我要丢错边。哦，漂亮的 two frame。刚刚在 two frame 玩应该要出去还是怎么样？我是不是？出去好像也打不太到的样子。好像也打不到，上不死好难。哦、现在如果猜对位置的风险会收掉哦。哦。下中竟然没有收到，下中还有弱判，不过这角色太强了，不能随便都那么用。哇，三零，刚刚的 DI 好妙啊！好，我们恭喜套，看我们就是要看到，看的